聊了。山东今天我看到山东我都害怕，我不敢去。山东太能喝了，今天来的都是山东弟兄。山东人代表不行了，现在。山东酒文化要命。这个厉害，谁干的？大爷，他已经漂亮。他带带的他妈带走了。对。这个韩总反正一连进酒没问题。那你看他喝酒还快，杯子两口没了。我就说那几年了，反正那天干了。开两个车来的吧？仨司机。哦。能从两个地方来？哦，从两个地方来。你们剪小的段，剪小的段，剪小段。来，等等。老鸭，这个鸭子太不错了。北站鸭。北站鸭。这买的猪头肉。找的用酒啊，下回找的用酒都有到酒厂的。欢迎山东的弟兄到来，干杯！好，开车就不走，这不开车怎么干？干！那你就提前喝一小时，那还过去酒都能撵上。没狗肉，狗牌，狗牌，狗牌。这是老黄狗，老黄狗，这老黄狗，极品老黄狗，还是在大连，来来就在大连，特别那就到那看，就鼻子一口全部咬完，我这就了一个事儿，我挺挺够来吃，你大锅那些明天做，明天上大锅也得上去接着料，对，我们锦祥那边在大连，这个大锅多来的大锅，你有没有做？锅肉极品，锅肉极品，好的很好的。这是我们这个奉贤的果园里边的看苹果的，那都苹果多嘛，那算了看苹果的。这个我收的是五六年了，五六年的果。一般酸水果了它都碎。这是青果。吃金山的。漂亮啊！这山东地方。开车。黄驴。这地了。这是爆炒肥肠。记住啊，记得。四盘肥肠实惠了。你这儿来。开车不喝。我还去了给你喝，你一半不喝。都喝了，喝了，到了吗？我到了，你让我可到了。你让我今天忙着完，烟没还没喝了，没喝了呢，再做了。我刚才咖啡这个来，我没想拜上。这遗憾的。咖啡最高境界，有点臭烘烘的味道才好吃。对，这是我同学点，那就是我讲的。这个肥肠它没有打拉，没有那个打拉干净。这过来的话，相声讲的大肠刺身。这个性质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大肠刺身。今天这个肥肠有两个，这个我们被那个农村那个女的骗了，她说打了干净，我说这有点臭。昨天大哥让我看了，你看这个小兄弟，我这不是刘主任吗？不是，山东大汉，对不对？靠边，走走，好，好，银子好多，他不问你了。这是大肠头，这是大肠头，吃不了。这就是大肠头，就是美味大肠头。这个我上回上成都去，聊天放点，你俩放点吧，一会儿。这个就三十毫安。哦，三十毫安，好吧，好。三十毫安。啊，这是山东规矩，饭口喝完。那你出了名呗，人家都从那开车过的时候，那位那点那点。这个，哎，你给尝尝尝尝，新疆费，你给咱多少钱买的？68块钱你。就那小大猩猩，喝的有灵，上菜上的快。以前我一喝，有时候喝3个小时。我这快。这个干不了的。这干了。两口吧。两口的，干不了分，干不了。两口那就40了。40如意。啊，40如意啊。11、8袋。40如意。上回抽六个。给你喝酒，俺都随意喝完。这个朋友来了，心情绝对都乐了。那会儿还不认识家呀嘞。那会儿，对，我也跟家也不熟。不认识了。那时候上你那。下辈开始。那个老崔，哎，北大荒。北大荒。北大荒是北大仓。北大荒。9块钱名儿就完了。山东都见到韩总。不要说这心意的。哎，
韩总也给你们喝一个。韩总的酒是贼厉害。那咱也得敬韩总一个吧，是吧？大一个，啊，我们的凯子想跟韩总喝一个，大一个，可以。咱们韩总也不怕啊，对，你三口，你三口，跟咱们是一样。嘿，三口的事儿，净叫多钱是干啥？可以，哎呀，太冷，别吃了，太冷，这边怕他不好意思了。韩总，谢谢，老大哥做的挺好，做的挺好。等一坐下来以后，坐的也是杠杠的。哎呀，头三天来一天卖三百斤，现在卖一千。啊，这三口。把他交了一会儿，哎，我弄三个人那个。给这个，一杯，一口干掉。别别了别了。大不了吗？大不了吗？炸掉。咋样？咋样？黑板。好，黑板。哎呀，黑板，我来。这边来了，这个老朋友也是很有影响。对，这三年多了。绝对，我跟你说，站一趟他来，一说他来，心情都激动了。没有什么，一激动，去年去了。对，去年也是。去年你不是上上夜总，路过几去年我也去了，这两三次。对，去年我去了。来，金夏。去年金夏我去了。哎呀，好，坐，见两见。把这个酒喝的有点乱。哎，不乱，这个酒喝不乱。很好，我感觉都，啊，干掉！哎，又不公平又不公正，要干掉都干掉，要不然要喝一半都喝一半，你这个不能多。哎呀，干掉！二杯酒，一个喝三个。我配一个，我一年，我配一个。配一个，可以，干了配一个。我短期，如果你喝三个不一样的酒不管。对，你俩都干掉吧，干掉！我吐了。看着吧，我要给你学手艺啊。好嘞，全部干掉。看看这个陈武的，陈武弟兄也厉害。哟，哎呀，全部杀掉。这没喝了就进入状态了。进入状态了，哎呦，移动的行，全部干掉。厉害！哎呀！喊他喝花呗。喝啥样啊？你这个是吧？你看这个电话玩，你看你来，那咱这呢，其他这好腿没有，那个喉呢一定要痛实。这个下岗的弟兄太能喝了，干掉！哈哈哈哈哈！干掉！四个人喝六瓶，你我晕了，我都不想到了。我是真晕，我觉得比假，我假的话，我也行，对，我四个人喝六瓶了，你开玩笑，这都能喝的。